你们一定要问说他是不是来拔桩、啊、我100多公斤他拔不动了、啊、小心好、哦、媒体先走小心好不要走因为行好不能你先拜拜好来拜拜先拜拜好了其实这边拜的是龙神这边可以有一个2024大家能选出一条正道你知道你拜的是龙神神龙大帝吧我的助理在提醒我不要乱讲话还要聊一些什么吗？很多，涉及到选举，还是有跟他聊到一些侯友宜？没有，没有聊侯友宜，在聊台湾的前途。哦，我们要上车喽，聊二零。为什么会来那么多卡妹来这？发生什么事？因为你来新北市啊。可以出来了吗？啊，这哪里是理由？